啊，先上去。好。不是吧？又来！快快快，让我吸氧气啊！我氧气快不够啦！ 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啊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走开！画面开始黑白了，完蛋了！先上去吸一下，先上去吸一下。啊！求生的意志，耶！打最后一关 BOSS， 不要用狙击枪，直接用散弹枪。散弹枪，可是散弹枪蓄气蛮久的。 我可能用麦格农蓄气吧，麦格农蓄气。来，我试试看用麦格农蓄气下去，说不定会比较好。嘿，就在等你抓我。 哦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捡。哦，有，应该就这里，应该就这里。之前我这边没有进来啊，我现在进来了。<笑>不是吧？我觉得我要死掉了。<笑>答案：溺死。 差一点，我应该会用麦格农。我觉得不太可能只有这么一点，不可能一个房间就这样就有一个麦格农。门开了。 哎，等一下哦！哎，王冠啊，对，那个是那个了。看一下我这边是哪里？啊，这不是回来的吗？这是我这灰猎犬那个钥匙卡，那开下去它就只捡给你捡三发麦格农子弹，真的觉得有点少哎。嗯。 我觉得我应该会用麦格农，结果完全，我觉得应该是给后面克里斯。哦，我就想说不太可能啊，怎么就这么一点东西？原来还有子弹盒。哦，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用蓄气攻击啊，蓄气攻击的话。 散弹枪会比较长的时间，因为蓄气时候的攻击真的伤害超高的。地狱模式很多那小怪啊，近距离散弹枪蓄气，一击必杀呢。 步枪子弹，散弹枪子弹。好，现在应该是上去哦。不过呢，我就是要来点不一样的，我要到电梯那边。我好像第一轮也是一样用散弹枪。 然后后来我用到子弹都没了，我就知道有东西。拜托，给我好的散弹枪子弹。
哦，不是啦，因为我用蓄气啦。哎，该不会我们的雷光没有用蓄力攻击吧？哦，应该有啦，只是说那个散弹枪的蓄力攻击时间要非常非常长，但是蓄气之后它伤害超级高，基本上一发都可以让普通怪物入魂，极近距离啊。可是有时候真的很惊险，敌人刚好要攻过来，手已经在我面前，然后才刚好蓄力完成，然后发出去。真的很危险啊！打不到，打不到，麦格农蓄力吧。我到时候可能会把现在那个狙击步枪啊，它的麦格，它的蓄力攻击换成麦格农，换到麦格农上面。步枪子弹。然后突击步枪我也换掉，打最后王的话就用麦克风。安安安安，Hello，欢迎来收看呐，Leo。喂，双平台啦，双平台有问题啦，因为下午的时候它那个卡卡的，接收度其实很低，对，先忍耐一下吧。我也真不知道它。因为毕竟免费啊，它不是那种一开始就要钱的，它是那种月费是让你支持它。对，我们昨天跟前天没有这样，就今天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就是那个双平台或 YouTube 啦。我这边那个双平台，他那边也有说，他有说有出问题。所以没办法。SS C，我去开一大堆隐藏空间，你跟我说 C，是说哎。聊天室没有，聊天室没有。我知道你。因为会跳帧，会啊，我会先玩第二的第一章啊，因为我只有买第一章啊。那个旁边那个聊天室小框框没有出现，Twitch 跟 YouTube 都没出现，因为 YouTube 它现在双平台就是有问题，我刚刚有说，就双平台有问题，它会一直跳帧跳帧，我开给你看你就知道了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他每15秒钟会跳一次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看到吗？他又跳，他又跳了，所以我才把它关掉啊，所以我才关掉的。他那边在处理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其中一个一点点原因，他那边双平台有公告给我说，他那个 YouTube 聊天室。有许多用户啊，他那个会像我刚刚一样一直跳帧，那奇怪，那地狱模式这要怎么办？啊！根本就没打到嘛！啊，克里斯要发掉。等到近距离的时候，我再给他。我觉得那个杰西卡根本就没有那个吧，帮忙啊！他在旁边死。哎。啊啊啊啊！喂，浪费我的火箭炮！直接接3发，奇怪，我明明就照着上面打下去啊，为什么我还是被打中了？
他们真的很会闪。这种是机枪还会过热，杰西卡都不会帮忙的，杰西卡都不会帮忙，大地雷一个，神雷之王杰西卡还是叛徒。不行，过热过热，差点过热。OK， 搞定。弹道预测没算好。对，中华电信跳起来表示不服。明，对，电脑超笨的。到时候五代应该电脑也还 OK 啦。黄金版 S 哦， 23% 是 SSS。哇，你看我是 SSS。我第一次拿到三个 S， 哎、欸，没有，第二次了，第二次，超快的，依靠电脑是一个很糟糕的选项。啊，什么800多，好贵哦。啊，没有啦，因为有些游戏本身它制作成本很高，啊，只是说对我来说不太行。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那种100多块、200块就可以入手的游戏，我比较喜欢这样。五代 AI 不是被他好像有更新的啦，有优化。我后来去看一下人家 YouTube， 好像他没有到那么糟糕了，可能有在更新。那 Steam 那边可能有在更新。中华子弹，每个都中华，可恶啊！我是希望说克里斯能够稍微强悍一点。又是那一只，这时候只要这样，哎、欸，闪开了，我慢慢会闪的、欸，我慢慢会闪。我发现我慢慢会去闪。我们可以从船底前往实验室，真是的。我在想说，克里斯，你这么厉害，你一个人去啊？我要先回家。对，对，真的真的，这也是我一个感想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试玩版也不行啊，因为有些游戏它试玩版用得很厉害、欸，啊，可是本体游戏本体就发现说。试玩版内容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哎，游戏本体也差不多这么多。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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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啊，克里斯，你把帮忙！他们都不攻击克里斯，攻击我。这边道具刚刚我拿到了，我知道我快憋死了。哦，那个以前就有听说过了。呼，黑白黑白黑白，吉尔要挂了，吉尔要挂了。林星喜欧杯。哎，话说我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东西吗？纳摩啊。八个全部拿到 S， 喂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们这些职业玩家，拜托去参加一下电竞选手好不好？电竞业有你们有救了。暴雨杀机我听说过，那个都是有点偏电影式互动游戏，对对，电影互动。我其实最，我发现我玩骑士一啊，发现到这种电影互动式的游戏很好玩的、欸，应该说蛮别有一番风味的。
咚咚。两个灵魂只要319，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连319都没有，到时候再没有。对面有特价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用。OK， 这样隐锁起来的保险箱我都拿到了，就跟 cocaine 一样。一条666，因为它666666，77777777，不是都这样吗？六六大顺吗？我觉得那个 S 啊，基本上很多怪物根本就是连打都不能去打哎、欸。把所有选项都过一遍就有全 CG 了。以前我玩过一些那个文字冒险游戏，而玩久了之后呢，就发现不太适合我吧。啊，对，最近那个寒蝉啊，他有送哎、欸，寒蝉他有送哦、啊。可以去看一下。クイーンセミナミスで手に入れた鍵だ。構造が同じならこの先が研究室です。骑士瑞尔全部都 S， 真棒。那时候我有没有拿到 S， 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寒蝉他那个是日英日文的，蝉在叫，人坏掉，让你尝尝什么叫坏掉。门锁上，先蓄气一下。依照我的认为，我觉得这边有怪物。哎呦，没有哎、欸。这是为了打我脸，然后特地用了这一番。伤害七，奇怪，为什么我第一轮都没拿到？还是说就有些道具它只有地狱模式才有出现？寒蝉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哦，火力加150哎！好，我要用这个，我要用这个。不，哦，2750哎，2750，然后你看蓄力射击，然后近身攻击加100%，5000，这根本比麦格农还要更夸张。麦格农才1500，我这边就直接2750了，巨蟒。好可怕哦！啊，我这个伤害给他用一下。地狱模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模式，有些道具现在才拿到。四个章节全部都 S， 他好像不是还有额外章节？寒蝉我领了之后，我就直接放人工了。很多游戏都是领了之后就直接给它放在人工。B， 地狱可是一个很健康的模式，对，超健康的，健康到你那个都能啊，不要。我要走右边，上次我走左边，然后来一只怪物。超反的，上次我来，克里斯，拜托，你去左边好不好？为什么是我去左边呢、啊？啊，行，啊，按到。
啊，我先补子弹。<笑>克里斯根本就明摆着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。 嗯，不要麦格农，他不用瞄准，这算是一个差别。<笑>几个没有大奇迹，<笑>怎么想应该是克里斯这厉害的家伙来啊！<笑>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！<笑>哦呦！啊啊啊！<笑>快快，克里斯你在干嘛？<笑>好，我来跟他单挑。 我狙下面，克里斯打，我狙下面，他挡下面，然后之后我再瞬间打上面。对吧？你看伤害很高啊。 啊，不要！<笑>奇怪，阻止能力反而比较低。克里斯还是五代最强了，肥嫩的小肚肚。 又一发。 喂！他都不打克里斯，都打我。我要的就是这个啊，散弹枪蓄力啊，你看伤害很高啊。 超高的，一下至少一定击退了。哦，没子弹，<笑>他好慢哦。好，我们来慢慢扫描他。哎，他去哪边？ 哦，在那边。我们来扫一下，加12，加16。啊，好了，没你的事。对，克里斯超猛的。 玩家内建嘲讽，他根本就是远距离，我就用狙击枪。正在保存。哎，不是还有咯？哎，哦，有。 还有黄色的，还狙击枪靠谱，狙击枪那个打下去的伤害直接贯通哎。对，五代克里斯跟六代克里斯超夸张，尤其六代克里斯肉搏最强。<笑>
六代几乎克里斯可以用靠体技耶，四代里昂也是啊，四代里昂随便体技直接 K 下去，卡怪流，主要在他刚刚那只怪物移动太慢了，而且我想说啊，能不能用一个很窄的空间，只有一个人进来，然后让克里斯在中间，然后怪物呢他就没办法过来。我突然想到能不能这样啊，可是后来仔细想想应该不行，因为克里斯他会移动，他可能会突然说不行，我要移动到别边，不然我会被打到。真是的，根本就不会被打。B， 哦呦，喂，在这边安排一个彩蛋是不是啊？不愧地狱模式。真是的，哦对，狙击枪没有阻止能力，虽然痛，两发直接爆掉哎、欸，两发直接爆掉哎、欸，弱化版克里斯，我管他怎么弱化还强化，我刚直接电梯出来，谁知道啊？我想说，我地狱模式玩这么久，除了那个帕克啊，一开始那个地方电梯出来三四只猎人，这边然后都没有遇到过啦。然后他刚突然就突然一只，哎，可恶！哦，好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好，晚安，明天晚上再见啦。是啊，虽然也是明天晚上再见了。我一来就直接一只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有怪物声音。哎，他在，你觉得你看他在移动吗？我觉得他不像在移动哎。因为靠近四公尺，它才会有伤害特别加成。来，尽管靠近。哎，正极手榴弹，哦，被我发现了，偷偷藏一个弹夹在这边。手枪子弹，我到现在已经没有用过手枪了。啊，玩家苦力怕，他刚刚就是直接把我，刚刚倒是一只苦力怕出现的，把我干掉，差点。来吧，怪物。我在这里，啊哒！我觉得有点浪费，这么大一块至少二三十，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快满了，好了，至少药草也满了啦。哦，第八章好快哦 ，SS7， 哇，我还要再更快吗？那个时间点啊，我基本上怪物已经除了刚刚那只盾牌怪啊，我稍微拖一些些。我说真的，其他地方我应该没有拖到。哇，要这么赶吗？我起司了，我不想赶时间好了，我不要去拼那个 S， 拼那个 S 整自己的。要挑战我直接用那个黑暗灵魂算了。还有之前我们那个零四三八说的魔界村。